第一站到东昌府，地处鲁西文明谷，说聊斋我讲水浒，江北水城运河都，忆当年我看今朝，岁月如火在燃烧，水城依旧最闪耀，是聊城人民的骄傲。第二站我到冠县，市县已有600年，万木沙中造林园是居家旅游好景点，这首战歌送给你，送给冠县的兄弟，你的容颜不会忘记，他日我们再相聚。三站我到深县，地处中原三省间，当年抗战小延安是变成如今赛江南，曾经往事风吹过，深县二字在闪烁，感谢历史英雄，刻是红色精神永不过。第四站我到阳谷，英雄武松打老虎，景阳岗上开心路是阳谷电缆进王府，纵使岁月在变迁，难忘曾经的瞬间，踏平乱世这硝烟，英雄故乡阳谷。第五站到东阿县，历史悠久2000年，西部城市桃子建的东阿阿胶万人赞，再次提起手中笔，带你穿越千百里，山东兄弟聚一起，那烽火连城无人比。第六站我到池平，旅程早享有大名，百强县中显神通，那改革致富万里红，一首战歌在扬名，心系八县兄弟情，这首令令写到天明，霸气呐喊与之。第七站到高唐县，水浒柴进有庄园，国画大师李苦禅那国企十分美名传，一首令令赞家乡，别人都说我伪装，我为家乡再争光，那高唐大名震四方。最后一站临清走，千年古县历史久，明清设过临清州，是管辖三县下五丘，筑梦之路在打拼，家族兄弟一条心，霸气回荡纵古今，鲁西传遍我声音。